巫女服装后，先到店内进行参拜。第一次上到这里，真的超级兴奋。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抱持敬畏与学习的心，感谢神明让我们体验一日巫女，穿上侍奉神事时的白色千藻服，并学习用玉璧驱赶厄运和祈祷祝福。大阪一日见习巫女体验，换好巫女服装后，先到店内进行参拜。第一次上到这里，真的超级兴奋。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抱持敬畏与学习的心，感谢神明让我们体验一日巫女，穿上侍奉神事时的白色千藻服，并学习用玉璧驱赶厄运和祈祷祝福。再来就是这个神乐铃，巫女要利用清脆的铃声帮助参拜者心里安定，同时呼唤神明给予祝福。拿到这个真的超有感觉，马上想到你的名字。这个其实蛮重的，光拿着就觉得乏力高强，把这个当星巴克在拍是可以的吗？当然还有神社内部导览，并分享日本神道文化。最后有20分钟的自由互动时间，穿着巫女树装拍照真的很特别，体验时间约1小时，每人费用3000，我觉得非常值得。确定要玩吗？你说的哦。用看的就想吐，滚筒洗衣机体验装置，笑容消失术。夢の世界は終わりだ。